特别来讲，运送这个蔬菜水果，目前上界主要是使用纸箱啊，但是纸箱啊，唔那贵嘛，惊淡，所以农委会积极推广着会当竹澳的拿，唔那环保，买当降低农民的成本。民众弃用塑胶篮，看有好用无？浙江农业会东梁所伫咧西丽果菜市场举办租用塑胶篮的说明会。这种塑胶篮唔那较袂垫地，伫咧介绍顶嘛比纸箱啊更加俗，希望农民会当加来使用。因为那个纸箱很浪费了，用完一次就丢了，啊，这样可以循环回收，是很好的一个政策。东梁所讲，因为即马政府补助成本是比纸箱啊更加低，但是伫咧使用时有问题，麦当含相关单位做讨论。折叠篮来使用的话，我们会补助10块钱。如果大家对于折叠篮的一个包装的一个方式，可能担心耗损的问题，那都可以洽相关的一个供应单位。立法委员刘建国马来到现场，对使用塑胶篮表示肯定，因为这唔来当减轻农民的成本，可以当回收再使用，对环保是正帮真呢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，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